买水果了，自己家种的苹果梨啊，又脆又甜，不但能有纯绿色5公斤的。 水果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老爸，哎，给我称点梨。称点梨啊？嗯，好嘞，你要多少啊？你自己拿吧。嗯。水果儿，自己家种的水果儿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写吧。好。大哥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还行吧，姑娘。 你看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能记得你呢？你说我这在这儿买水果，这一天到晚的累累汪汪这么多人，我哪能记得呀？我以前也经常上你这来买水果，总是顺手拿你一个梨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
你是不是以前经常在我这儿买苹果，然后每次就顺手拿一个梨，是吧？是你吧？嗯，当时我挺不好意思的。哎呀，没啥事儿啊。当时呀，我也想了，你说这人谁能不碰上点难处呀？对不对？何况这都我自己家种的，拿着吃呗。大哥，我这张卡里有80000块钱，你拿着。我当时挺困难的，连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。谢谢你帮助了我，我现在也是公司小老板了。这张卡里的80000块钱，就当是我感谢你的，你拿着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姑娘啊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当时我也想了，你说这人谁能碰不上点难处呀，对吧？这何况这都我自己家种的，拿吃呗，没事啊。大哥，你就拿着吧。不用了，我真不能要啊，这不能要，不能，不要，这肯定不能要的。也不这样吧，大哥。我这里呢，我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拿着。我公司的员工餐每顿都需要水果，正好你这里也卖。那这样，要不你把水果每天都给我送过去，这5000块钱就当是一个月的定金了。就是说我每天把水果都送到你的公司去啊？嗯。啊，然后这是一个月给我5000块钱。对，你拿着。那行，这个事儿大哥还可以干。这钱大哥也不能白拿你的，反正这就是一个月的定金，对吧？嗯。那行，哎，这样吧，你把这些梨拿回去吃了吧。那大哥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就不要你钱了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关键是我给你往哪儿去送水果呀？那我留个我的联系方式给你。哎，这行，来。你把你手机号寄给我。那好了，大哥。好了。嗯。哦，那明天我找你的话，就打这个电话呗。啊。好嘞，那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嗯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慢点走啊。嗯。还是好人有好报呀。买水果嘞，买水果。哎，何经理，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次的合同呢，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对对对，那个一房那边又没有说提什么要求呢？什么？凌晨10点签合同，哎，何经理，哦，来了是吧？好的好的，那你让他进来吧。千姐，哟，怎么是你啊？是呀，我比以往早起2个小时。哎，大哥，给点钱吧。我说，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乞丐起来这么早的。你以为我小啊？我从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，今天早上突然之间恶心了，所以我就想出来有点钱吃饭呢。大哥，你给点钱吧。这样吧，兄弟，我教你一个赚钱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能吃饱饭吗？当然能了。哎，快说快说。你看啊，一般的乞丐呢都是在中午还有晚上出来要饭。如果说所有的乞丐都像你这样每天都起来这么早要饭的话，那他们也不至于当个乞丐了。
也是啊，我说今天怎么要这么多啊？行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